Jenny 是人间香奈儿，人家说 Blackpink 的 Lisa 是人间芭比，那都没有什么稀奇的。接下来这一组他们是人间宝丽达，各位观众朋友注意了，他们呢出道十年出了一张专辑，但是专辑都没有他们的改编红哦。各位改编能力太强了，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有欢乐，他们是开心男团黑旋风。各位叔叔阿姨靠过来放进来，又放进来，把所有的热情全都拿出来，嘿咻嘿咻嘿嘿咻，这什么东西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好好听哦，开花有结果，无奈何是哪一刻，我俩走进那步长歌，经过一生的眷顾后，他是爸爸你是妈妈，袁大头是我，喝一杯再一杯，喝到我心碎，一杯，再一杯。
个下流胚。哎，是是。还有今天是金曲奖嘛？是是是。金曲奖，金曲。所以他歌里面啊，都说哎，他很可爱。对没？前女友来找我，对，哎，他现在那一位一定认识我，对，哎，对，结果我们两个又开花又结果，结果东西，他是对方是爸爸，你是妈妈，不不，你是冤大头，不去了妇产科，回来才知道他是爸爸，你是妈妈，啊你，我是冤大头，关你什么事？这样，哦，就哎呦，哎，这都是真实发生的，哇，真实故事。那当中露露一直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要玩瓜牛？对，什么意思？瓜牛，哦，为什么爸爸跟阿姨，而且辣炒牛肉。就对了，就是有在养瓜牛，裸露了。偶尔瓜牛需要运动嘛，有时候我们也会带瓜牛去遛一遛。哦，对，人家遛狗，我们遛瓜牛，这样子起来比较有嚼，对，会嚼劲，会比较久一点嘛，是这样。啊，那这个跟到妇产科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对呀。对，有些妇产科有在卖瓜牛了，不好说。这个意思不好说。这个歌是里面全部都是你们改编的，就对了。对，它原曲是什么？其实这些歌都是部落里面就是一直传唱，然后他把好几首那个部落里面的歌组在一起。主曲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把它做改编。因为其实今天是为了比赛，所以我们把歌词改编了一下，比较特别一下。那你们怎么看那个最初的恋人？哦，那也算前辈了，真的蛮粗的了，对啊，真的很粗心大意耶，写成这样。他到现在已经用了极端，你知道吗？嗯嗯，因为他在前面那一张唱片尝到了甜头，是。他开始写歌写，我认真写，很正经的写，是。写了一二十年，根本没有人鸟他，对，真的，对啊，谁要在乎他那烂东西？对，他刚的对，真的。你们也同意就对了。我的意思说，这个方向，杜佳庆这个方向很酷，就是很特别。反而在部落里面，大家我们刚才在来的路上。开车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听这首歌，哇靠！最近一直被洗脑哎。对对，话中玄机，听出来没有？开车怎么说？以前两个人穷到都要搭巴士，哎，现在哇哇赚一点钱啊，哎，有一下好了，自己买车了。那个是邻居的了，现在要还了，他忘记熄火了，他忘记熄火，忘记熄火，你跟人家借过了，八十六了，帮跟人家借，八十六，八十六，借一点，借一点。好，八大雄老师，你有没有承认，你根本就是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？对不对？前面那一个放进去，现在又什么最初的恋人？对呀，太粗，转也转不动。对啊，现在的歌曲，如果说你编得太好了，没有都太顺的话，没有人会去注意你。像尤其是像我们这种的啦，哎，像我们这种，我们这种把大家都拖下水呢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哈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走那个刘德华、金城武的路线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你看，我就听那个曾志伟讲过一句话，是啊，我们如果能可以当刘德华，谁要当曾志伟了？这句你确定这不是米奇讲的吗？对，同一个声音哎，对，所以米奇，你们唱，我给高度肯定，哇，高度肯定，因为我们歌曲唱出来里面有快乐嘛，是，对不对？有故事，自己开心快乐也带给大家快乐，对不对？